刚一摔倒摔下去，他整个全部分开了。那那只有多珍贵吗？那个我已经放了十几年了，我都没有开过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不要再带我东西出门好了。他讲话充满了疑问句，然后声线很高，然后永远在怀疑别人。那怎么可能？你现在生气吗？你是在生气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在哭？对吧？对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真的，你是个好人。哎，先不要讲啊！哎，这个大条哎，因为 Stanley 哈那个公仔，我知道公仔狂 Stanley。真的不是我在讲，我有时候都觉得说他好像是在把那个公仔娶回家，不是娶我的感觉。因为我其实之前刚嫁给他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娶过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梳妆台，你看女生没有一个梳妆台化妆什么，就好像很不自在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你帮我买一个梳妆台啦，这样子就是我出门化妆干嘛都要用。然后他就一直说，哎，他就一直拖，然后也没有帮我买，然后。他就说，就是反正家里也没有空间，什么就借口理由很多。对，就殊不知，过了没多久，我家就出现一个柜子。这个柜子帮你买了？不是，是定做给公仔的柜子，一整面的墙都是放公仔。对，这是他。哎呦，哇，很漂亮哎，做的蛮精致的。还有一个专业哦，公仔房。专业一直跟我说，连一个就是给我一个梳妆台的空间都没有，最后弄了一个房间是专门放公仔的，好夸张，你要一张桌子都没有，对，哎，跟阿杯一样，然后感觉都很贵的那个有些柜子弄得像那种博物馆一样，好厉害哦，展示柜，太精致了，对，而且你们看那一面墙都被它是有暗门的，这个挡轻轻推一下打开来，里面还有一层，对，就是感觉你好像都不知道它在到底藏了一些什么宝贝东西在里面。我们来干一票大的，来一下把公仔的那，来不少公仔，我今天有带他的公仔来，他这是真的是他的，对，真的他的，而且但是真的要小心，不要弄。假成真的，到时候真的坏掉，赔不了。真的就害怕。他知道你带出来吗？他知道我带出来。我们就说这个东西被你摔坏。玩这么大，有什么关系？有点。那为了要让他真的感受他那逼真，我们就真的摔。来，现场摔。好可怕哦！来，一起，太逼真了。来。我本来是跟他说，就是我今天要来介绍他的公仔，他还以为我要跟大家介绍他的收藏品，然后要不然的话，他其实这些公仔他的房间是上锁的，上密码锁的，密码对，我平常房间我还跟他用一些借口，他才拿得出来这些东西。喂，哎，喂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。哦，好啦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录到现在耶，录超晚的。哦。怎么办？哎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啊，就是看一下我的状况，因为我刚跌倒，然后我等一下看我能不能走。如果玲玲他们可以送我的话，我就自己回去；如果不能的话，你就可能要来载我，可以吗？啊，对啊。哦，到现在，你知道我刚带你那些公仔来，结果后来都没有介绍到，啊，超重的，完全没有介绍到。然后啊，我跟你说。我就想说，而且我还把它拿出来，我想说要帮你介绍那个你最喜欢那几只啊，我就帮你拿出来，我可以拆那盒子吗？可以啊，你拆啊。可以拆哈，我很小心的拆，我其实拆的时候是很小心的，然后我又把它拿出来展示，我又叫他们小心一点。然后啊，你知道那个我不是录影都是从五楼要走到四楼吗？书画间录完的时候啊，然后没有人帮我拿，超夸张的，玲玲他们不知道到哪去了，结果我找不到我的行李箱，我就直接拿我那个。我就直接拿你那个舞狮网啊，我想要先拿下去，不可以生气哦。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不可以生气哦。我手上拿那个舞狮网，然后我因为他们一直赶，然后我就没有收到盒子里。然后啊，你知道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你那舞狮网，它是不是那个头跟身体是本来就可以拆的吗？对啊。那可是你，他那个前面那个是本来就可以拆的吗？为什么我刚一摔倒摔下去，他整个全部分开了？那那只有多珍贵吗？多珍贵？那是你买不到了，而且我是小时候我都没有钱买，我跑去朋友家玩，我都是在朋友家玩，我那些东西都我从来没有用。哦，这是我唯一只，我本来买两只，就还买不到。买不到了，怎么办？因为我买完当下，我说我要第二只，他已经说全部卖光光。
说，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那是剑还是什么？断掉嘞！我刚摔超严重，我是从五楼摔到四楼哎。那个我你从五楼摔啊？全怎么办？买不到了，全碎嘞。算了，不然怎么办？算了吗？那重点是你是不是应该赶快去看医生啊？我现在脚超痛的啊，可是我跟你说，我超怕被你骂的哎，我其实脚超痛，我现在脚很肿哎。不然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啊，哎，可是我其实还没跟你讲完。你那个两只那个魔兽世界很重要吗？那个我已经放了十几年，我都没有开过。你没有开过，那为什么不打开？它就是收藏啊，放在收藏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那个魔兽世界那个啊，他们的头发为什么这么细？我跟你说，你以后不要再带我东西出门好了。你生气了吗？一点点啊。你现在是不是在哭？还好啦。我觉得你声音听起来就是在哭啊。我跟你说，你那两只魔兽世界有一只，它的头发断了。啊！怎么办？你在哭哦。你还好吗？现在那只武士龙是真的买不到啦，有钱都买不到，所以就算啦、啊。你还在想那个？我脚都肿成这样子，好了，我先去看医生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你要我去载你吗？不用啦，先不用，先不用。我先处理一下，我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载我。如果没有人载的话，我再叫你载哈。好好，再见哦，再见哦。好好，好吧，好，拜拜。哎，身体比较重要。你是好听的声音，其实他是爱你的。对，没想到这个是真的没想到。他其实真没想到。对，怎么回事？都听起来好像。不是，因为 Stanley 一直在容忍。哦，对，对，各种容忍。容忍什么？一讲话的一个模式，你要修正一下。宪哥是为你好，因为他讲话充满了疑问句，然后声线很高，然后永远在怀疑别人。怎么可能？你现在生气吗？你是在生气吗？现在是不是在哭？对吧？对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真的，你是个好人。哎，先不要讲啊！哎，不行，公道话，对不对？男人不能接受。水瓶座，对不对？对，水瓶座嘛，这么准啊？你看 A 不是就好多了？自以为是啊！不会吧？你应该很开不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去肯定他，真的没有，就是要激怒他，不激怒他，希望他可以激怒他了，激怒他露出真面目，看看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小三重要。小三就那个，就是那五十网啊。有些人为了一个公仔就离婚了，真的，真的。我等一下打个电话，我来建议他。我们好建议他，他比较关心我的膝盖，老婆比较重要，真的。来，谢谢。